念佛求往生，可又在家里要供仙，这是他们多生多劫的缘分。他们如何避免临命终时往生产生障碍啊？这个事情有。那么在香港，我就见过非常虔诚的佛教徒，家里面还供狐仙呢。大概是没有学佛之前，他就供养狐仙，狐仙保佑他，对他有恩德。学了佛之后，还不能放下，可不可以继续供呢？在情理上可以啊。每天诵经念佛给狐仙听，劝狐仙呢一同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个好事情啊！你要度了他吧。狐仙虽然是仙人呢，他没有离开六道，他没有离开轮回，他的福报享尽，寿命尽了，还是会堕落啊，还是会轮转，不能解决问题。就像这些啊，这个天仙、鬼神，我们供养，请他做护法神，供养在佛像两旁边的，请他做护法神，每一天让他跟我们一起做早晚课。你家里供到这一些狐仙一类的，哦，你的早晚课一定很认真的，你不认真他会生气，他会惩罚你啊，一定很认真的做，自利利他，自他两利，好事情啊，所以不必把他请走。